现在时间是2:47，我现在来查早上8点去测的 PCR 检测结果，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刚刚安子跟我说已经出了，所以我现在要查。他查的地方就是跟你在机场入境的那个地方不一样，机场入境的是用那种一个 app 叫做健保快易通的样子，对。然后现在在饭店测的话是要去一个叫联合医院的网址，上面会有就是你的筛检结果，密码的部分是身份证字号，结果是阴性，也就是说我会在1月3号11点的台湾时间就是离开这个防疫旅馆，然后回家去继续隔离剩下的7天，然后回家隔离完了7天之后，再接下来的7天就是自主管理，就是你去哪边都要戴口罩，然后不可以内用，然后不能去就是医院之类的，然后其他状况就是可以戴着口罩正常生活这样子。所以明天就要开始把房间收一收，把行李装一装，然后还要把那些防疫包跟一些饭店这边给的东西都全部装起来。这样子的话，我1月3号才比较好，就是方便吃完早餐之后，然后就离开这个防疫旅馆。然后离开防疫旅馆的时候，那个防疫计程车也是要先在就是用刚刚的那个东西去预约的。这一趟从防疫旅馆回家的这个路途的旅费的车钱，应该说车钱就没有政府的补助，就是你要全额自己负担这样子。
国的新年第一餐是盒饭、鳕鱼、白饭、四季豆、炒金针菇、菠菜、卤蛋，这是奇怪的冬粉加一些豆豆，好惨哦。另外我要跟大家分享，我这次带来饭店的香水是这款 Jo Malone 的英国梨跟小苍兰。这款我觉得比较偏中性一点的味道，就是感觉男生身上有这味道也不太会觉得很突兀，它有一点点稍微古龙水的感觉，但是又粉粉的，我觉得整体喷起来很舒服。像我觉得在饭店喷自己喜欢的香水，我觉得会让整个房间的氛围感就是变得不一样，会觉得很像是你自己习惯的空间，我觉得会对于隔离的人可能会蛮好的吧。还有另外一罐香水是 Miss Dior 的，那这个是杰克之前在机场买的，他是帮我国小同学买的，他不知道这罐的瓶身有很多类似的，所以他就买错了。买错之后呢，这罐香水就变成我的了。它的味道是比较粉感一点的，然后同时带一点甜，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是怎么说 Chanel 的粉红色那一罐，它会再更偏粉一点。我觉得它味道如果喷太多的话会有一点点刺鼻，就比较不是那么清新挂的，就会可能带一点比较媚一点的感觉，我自己个人觉得。可是我觉得我对于香水的接受度还蛮大的，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不是我喜欢的味道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它闻起来是 OK 的，还是把它带过来想说可以喷房间。我通常只要住外面旅馆的时候，我都会带一条很大，像这种这么大条的围巾，然后我会在上面喷一点自己喜欢的香水，然后如果是饭店感觉不怎么干净的话，我就会这样子把自己脏包起来然后睡觉。但是这间饭店我觉得它就是整体的感觉都是很 OK 的，就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或者是感觉床铺不干净，所以我就没有用这条围巾陪我睡觉了。但是我还是会把它放在我的床的旁边，就是我偶尔可以拿起来，就是像李优娜那样把这个毯子放在脖子下面，这样就会有一种安全感，就像小贝贝的概念。或者是像如果搭飞机的话，我也会把这个毯子放在包里，如果冷气比较强的时候，我就会稍微把它围在脖子这边，比较不会咳嗽，或是拿来当毯子盖，就比较可以避免用飞机上那种跟大家共用过的毯子，自己带的比较安全，比较放心。去睡觉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